又喵喵，我是地奇。哇，是不是很久没有看我出现在这里了呢？没错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有拍系列影片了。那我自己呢，也是很想重启这系列影片啦。但，尴尬的就是呢，你知道拍这种影片就是需要一点成本，那我也没什么钱嘛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们工作室呢非常多公仔模型，小姐真的是买了一堆，不如我就去找他没有煮过的，问他可不可以煮，这样我就没有成本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我这一次的目的。好，我要来去找看看有什么可以煮。哇，看看这边一堆模型，你觉得我要挑哪一个呢？不行，我觉得我已经对车子有 PTSD 了，真是太糟糕了。之前那个乐高让我觉得对车子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欲望了。No。欸靠，还是我们组这个钢弹 R78， 还是这个1:1000，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比较帅了。喂，我可以组这个吗？哈，不要吧。我可以组这个吗？你知道3月30日要横滨钢弹就要结束了吗？他可能就会绝版了，就会变成展啊！就是因为要他3月30日要结束，所以才要组钢弹啊！靠腰，你技术这么差，都组一个烙赛，这不就直接烂给？那不然我可以组什么？你拿一个给我组嘛！我拿一个给你组。你知道前阵子我也有带黑羽组钢弹，对不对？但是影片也不知道说我会上啊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是你组的好，还是他组的好？这不用问啊。这个就是我煮的比较好啊，我没煮过，我都可以有信心说我比黑鱼还要好。我比黑鱼强。哎、欸，水星的魔女，你对她比较有共鸣吗？真的很帅啊 ！R78是我那个年代的。哦，确实啊，好啦，那我煮水星魔女。啊，这个你比较有共鸣吗？那个你他妈共鸣的根哦。所以煮出来会有他的兄弟姐妹这样子。有，但是我要让他飞起来的话。那可能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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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啊。那我可以再另外问你一件事情吗？你说，我可以给你借工具吗？说了工具呢，大家应该听过，Mate 是一款，没有，这一支里面没有。好，反正小江老师一直都是我们的盟友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有准备蛮多的，就是小江老师的工具啦，啊，你就直接拿去用 Mate 的工具。这个是刷蜜粉的，是不是？是刷模型的，刷模型的，哎，那上面有个粉尘哦，是哦，对了，这就刷蜜粉啊，这是那个腮红，刷你奶头啊，干！第一步是打开塑胶袋，第一步先看说明书，我们需要打开什么东西？我们要先找出 D23 跟 D24 跟 D17， 这是第一步，贴着剪。贴的零件剪，因为小江老师的这个斜口钳是担任的是够锋利，所以不用怕会剪出缺口，就直接剪，放心的剪，贴着剪剪剪剪剪，这样租上去。好，那租完按紧之后，看这个东西就是汤口，修到就是你没办法再修的时候，极限的时候，磨两下，磨个几下看一下，磨个几下看一下 ，OK。把它磨到没有参口为止，三角形的顶端就会是物件，这个一个这个标志，这你就要特别小心，警告你不要把这两个边边误认成参口，把它剪掉。啊，恭喜你，我回家了。好，等着接我电话吧，啊、再见。对啦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的。真的吗？对啦，头洗下去就要吹干了。他的胸型开始出来了，好可爱。哇哇哇，组头好兴奋啊。
超可爱，好可爱哦！现在我把他们三个组起来，小小的三个东西也是花蛮长时间的嘛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这三个组起来。有点想直接一鼓作气把它煮完呢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。第二天又要继续面对了，我们前一天煮到很晚，然后我们把它的上半身煮好了，超级可爱的，很有成就感啊。我其实昨天想要一鼓作气做完，但实在是觉得会不用睡觉，还是要睡一下。那我们今天来打算做它这个，这叫什么改逼吗？因为其实现在也蛮晚的，我想说也不要都不睡觉啦，我们就坐这边就好了。然后就坐这边，还是到了快早上，会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始吧 ，Go Go， 开搞。哎，仔，你看，如何？参考没有学到。哦，这么严格哦！最后一个步骤了，今天看起来是蛮快的哟，耶！可以早睡觉了。今天还有帮小杰拍片，然后又跟阿金拍片。只有最后这时间大家都走了，我才可以忙自己的事情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每天一点点进度可以煮完的，但是就是比较慢上片。完成了，但是可能还是要等它的脚好了，然后再一起装上去会比较好。哇，越来越完成了耶，好帅哦！真的是很想一鼓作气把它煮完啦，但明天还要重训，我觉得就是不能太晚睡。好棒哦，好开心，我真的越来越期待它整只完成的样子。那我们就明天见。嘿，各位，新的一天我们要继续把它组装，我觉得今天我应该可以把它组装完吧。完了，这就真的是力气了，那我们就来完成它。今天一定可以，可以插起了，各位插起了。脚蛮可爱的，煮这个脚怎么可以这么久？哎，可是它可以这样活动，哎，超屌的，蛮期待两只脚煮起来的感觉。它感觉整只都可以动，哎，就是它的关节什么感觉都做得挺好的。好，煮完一只脚之后我累了，我要去吃饭。吃饱了，咱们继续努力吧。第二只脚开始。造啊！你要造的时候就造的时候会怎样？吃东西。干！我有说错吗？没有。这个风铃钢弹很好玩。你来玩，好玩，你来玩。我喜欢看别人玩。绝对是阿静的错。绝对是阿静的错。
好可爱哦，我两只脚煮好了，太棒了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现在应该身体大部分都完成了，就差组装而已。然后我们看说明书，就只要这样子把它脚合在一起，再把上半身插进去，身体的部分就完成了。我们来进行最后的组装。完成，我的风铃。哇，哎，它很能动哎，哇哦，你看，它可以跳健康操，它可动幅度是挺大的哎。哇，它可以放在手上，太酷了吧！哇。现在要拿去给小姐看，验收时间。灯。哎呦，那横滨钢弹都快拆完了，你现在才煮好。这是什么武器啊？武器。怎样，虾块？没败了，第一次这样输。真的吗？错了。啊，有比黑鱼好吗？贴纸呢？啊，这里怎么感觉要少一个东西？啊，少什么？我看另外一边，要少什么？你是不是少煮一个东西？我少煮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吗？有少吗？看起来它旁边就是这样啊。哦，只是少了贴纸就没有层次了啦。抱歉了，我再看一下。欸，不是啊。啊？那他额头的宝石跟透明剑呢？嗯？哎，应该是掉在里面吧，因为我煮完放在……哇！我煮完缺剑，在模型界的缺剑，就是再买一盒，然后补那个缺剑。哎，他也没有掉在里面哎。哦，就是没煮到。我有东西没捡到啊。可能啊，那就是你要再买一盒啊！我屁事啊，陪我一盒啊，干！哇，绕赛绕赛，不见了，不完整了。还是我们去把黑鱼那一只的头？我没有。今天影片呢，就应该一个段落啦。啊，它不是钢弹了呢，它不是风铃了呢。啊，那除了头这个不见之外，你会打几分？零分。哈，为什么？我说的那个酱呢？龙虾料理没有酱，它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作品。我说那个酱汁呢？啊！不要再喊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见了。对于这件事，我真的是深感抱歉。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我的天哪！我记得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那如果后面有找到，或是我们再买一盒的话，我之后会在 IG 上再跟大家讲我们最后是怎么样好了。哦，我的天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第一次煮钢弹哎，我第一次煮钢弹就把人家头弄不见了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Instagram 和按赞粉丝团。我是第七，我们下次见喽，Jenny。